这是一个躺式的瑜伽正念练习。在这段练习呢，我们将会花一点时间来培养我们的觉察能力。如果有些动作你觉得你的身体对你来说不适合的时候呢，你有这个选择停下来，或者你可以想象自己在做这些的动作。最重要呢，就是好好的照顾好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强迫或者勉强自己。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好奇的态度来迎接这一刻。好，首先呢，就让我们躺在这个瑜伽垫上，让我们的双脚就平放在这个瑜伽垫上，双手呢可以放在我们的身体的两侧。就开始慢慢的把注意力呢就带入到我们的气息，也许观察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身体哪个部分呢最能够察觉到气息的存在。这或许是在我们的腹部，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胸膛，或者我们的鼻尖。无论是哪个地方都没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感觉得到气息的存在，我们能够好奇的去观察这种感觉到底是怎样的。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口气接着另一口气，好，从这里呢，我们就将我们的双手慢慢的从地面上呢，慢慢的举起来。直到我们的手指头呢，是往天花板的方向朝着。呼出的时候呢，慢慢的让我们的双手往后，一边的伸展，一边的观察我们的身体。所以此刻呢，我们的手指头是往一个方向，我们的脚趾头呢，又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就这样的邀请自己延伸我们的身体。然后呼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再一次的将双手把它举起来，从地面上举起来，慢慢的将双手再一次的飘回到我们身旁的两侧。好，我们再做多一次。吸入的时候呢，再一次的慢慢的
将双手从地面上延伸举起来。呼出的时候呢，慢慢的将双手往后，直到双手呢就触碰到这个地面上，在我们的头部的后面。此刻呢，就尽量的邀请我们的身体延伸，手指头呢是往一个方向，脚趾头呢又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延伸。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感觉到此刻身体一步一步的伸展，慢慢的呼出的时候呢就放松。然后慢慢的把双手从地面上伸起来，呼出，慢慢的将双手再一次的飘回到身旁的两侧，很舒适的再一次的放在瑜伽垫上。好，从这呢，我们就将我们的双脚的脚板就平放在瑜伽垫上。此刻呢，我们的两个膝盖就是朝着天花板的方向。双手呢，可以依然的放在身旁的两侧。好，所以当我们吸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尾骨就贴在这个瑜伽垫上。我们的下背部呢，这个部分可以轻轻的离开瑜伽垫。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察觉到这个部分跟瑜伽垫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此刻呢，当我们呼出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下背部呢就贴在瑜伽垫上，很自然的，我们的尾骨会轻轻的从地面或瑜伽垫上而离开。好，现在呢，我们吸入的时候，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尾骨呢，就贴在这个瑜伽垫上，下背部呢，就轻轻的离开这瑜伽垫，之间呢，就会有一个小空间，然后呼出，下背部就贴在这个瑜伽垫上，尾骨呢就会轻轻的从瑜伽垫上离开。就这样呢，我们可以按摩这个下背部的部分，一吸一呼。好，从这里呢就停下来，我们就将我们的两个膝盖就把它靠近我们的胸膛，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呢就紧紧的抱着我们的这个双脚的膝盖。轻轻的向左，从左呢摇到右边，从右边呢轻轻的摇到左边，所以我们从左到右的摇晃，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背部这些的感觉。
所以背部触碰到瑜伽垫上的感觉，还有离开的时候的感觉是否有不同。慢慢的就将自己回到中间，从这呢，我们可以邀请自己把我们的头部呢，就靠近我们的两个膝盖，所以从后到前的摇晃，往前，往后，就轻轻的摇晃。就这样，我们就带着好奇的心态呢，来关注我们的身体的感受。好，从这里，我们就让我们的左脚就延伸，放在这个瑜伽垫上。所以我们还是握着我们的右脚的膝盖。从这里呢，我们就会让自己把我们的头部靠近我们的这个右膝盖。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是否会感觉到什么样的感受呢？呼出的时候，慢慢的让头部再一次的放在这个瑜伽垫上。同时呢，我们可以放开我们的双手，延伸我们的右脚。吸入的时候呢，此刻我们就握着我们的左脚的这个左边的膝盖。所以我们的右脚呢是延伸放在瑜伽垫上，而我们的双手呢就是握着我们的左边的膝盖。吸入的时候呢，就轻轻的举起我们的头部，我们的额头轻轻的靠近我们的左边的膝盖。然后呢，呼出的时候慢慢的放开，让头部呢轻轻的回到瑜伽垫上。同时呢，我们可以放开我们的双手，再一次的延伸我们的左脚，放回在这个瑜伽垫上。就花一点时间来观察一下，此刻身体的感觉是如何。好，从这里，我们就让自己从瑜伽垫上起来。此刻呢，我们就让我们的两个膝盖呢，就平放在这个瑜伽垫上。我们的手掌呢，也是贴着这个瑜伽垫上，就仿佛我们就好像是一张桌子。好，从这里呢，当我们呼出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头部呢，就往
下，所以在我们的双手的中间。同时呢，我们的背部呢就往上的延伸。就好像一只猫在伸展一样。然后呢，吸入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呢就往下，头部呢就邀请它往上。所以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面前。好，从这里呼出的时候呢，背部往上，头部往下。然后吸入，腹部往下，头部往上。然后再一次回到这个桌子的这个姿势。所以这个桌子的姿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双手的手掌呢，就是贴在这个瑜伽垫上，有这个肩膀的这个距离。同时呢，我们的两个膝盖呢也是贴在这个瑜伽垫上，就好像一张桌子的四个角。好，从这呢，当我们吸入的时候，就邀请我们的左脚就往后的延伸，让自己找一个平衡点。一吸一呼，然后呢，从这里，当我们感觉到稳定的时候，我们有选择延伸我们的右手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呼出的时候，慢慢的将这个右手的手掌再一次的放在瑜伽垫上，也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左脚的膝盖可以放回在这个瑜伽垫上。然后从这里，当我们吸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延伸我们的右脚。然后慢慢的举起我们的左手，慢慢的从这里，当我们呼出的时候，让左手还有右脚的膝盖呢，再次的回到这个瑜伽垫上。从这呢，再次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猫的这个姿势。所以呼出的时候呢，背部就往上，头部往下。然后吸入呢，腹部就往下，头部往上。其实这就是一个牛的一个姿势。然后多一次，进入到这个猫的姿势，背部往上，头部往下。然后呢，吸入的时候，腹部往下，头部往上，进入到这个姿势。好，从这里呢，再一次的回到这个桌子的姿势，慢慢的再一次的让自己回到这个瑜伽垫上，就躺在我们的背部。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的躺在我们的背部的时候呢，再一次的关注一下此刻身体的感受。
有什么身体感受会比较明显呢？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好奇的心态呢，来迎接这一刻。无论这个感觉是好受还是不好受，我们都可以放下对自己任何的批判，以一个接纳的态度呢，来迎接已经出现的这些的感觉。也许我们也可以信任自己，信任我们有这个能力来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知道，诶，哪一些动作呢是比较不适当，然后我们可以信任自己，知道这一点，而选择可能不去尝试，或者追随这个动作。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慈爱。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的膝盖呢，就往天花板的方向朝着。所以同时呢，我们的双脚的脚板就是平贴在这个瑜伽垫上。从这里呢，当我们 sit 的时候，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双手慢慢的从地面上举起来，慢慢的往天花板的方向朝着，呼出呢，慢慢的往后。直到我们的双手的手背就是平放在这个瑜伽垫上，同时呢，我们可以轻轻的举起我们的整个腰的部分。所以，当我们这样举起我们腰的部分的时候，和离开瑜伽垫，我们就观察一下。这里的感觉是怎样的？然后呢，呼出的时候慢慢的放下，让整个腰的部分呢，再次的回到瑜伽垫上。然后我们做多一次，所以当我们 see you 的时候，再一次的举起我们整个腰的部分，就完全离开这个瑜伽垫上。然后呼出呢，慢慢的把这腰的部分呢，飘回到瑜伽垫上。从这呢，我们就将我们的双手的手掌就放在我们的头背的这个部分。从这里呢，我们就将我们的左脚还有右脚呢，就放在我们的左侧。所以此刻呢，我们的右脚的膝盖呢是放在我们的左脚的膝盖上面，而左脚是完全的放在地面上，在我们的左侧。同时呢，我们就让自己，让我们的头部呢就向着我们的右侧。一吸一呼，
好，所以从这里慢慢的将双脚回到中间，然后此刻呢，我们就换方向。好，现在呢，我们的右脚呢是放在地面上，然后左脚的膝盖呢是放在右脚的膝盖的上面，也同时呢，让我们的头部呢就往我们的左侧的方向。观察一下现在的感觉如何？好，慢慢的从这呢，让我们的双脚再次的回到中间，可以放开我们的双手，让双手呢再次的放在我们的身旁的两侧。所以此刻呢，同样的，我们就让我们的双脚的脚板就贴在瑜伽垫上。此刻呢，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右脚，所以当我们举起右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细心的观察一下，其实这个右脚的重量是怎样的。当我们举起这个右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用到一点的力气来维持它。好，从这呢，我们就用我们的双手就轻轻的放在我们的右脚的这个大腿的这个部分，然后轻轻的将这个右脚呢拉紧到我们的胸膛的这个部分，所以观察一下这样的一个延伸，这里的身体的感受是怎样的。如果你选择的话，你有这个可能让自己把这个头部呢就靠近这个右脚的膝盖。然后呢，呼出的时候呢就慢慢的放开，让我们的上半身再一次的躺在这个瑜伽垫上，双手呢可以放开，轻轻的让我们的右脚慢慢的飘回到瑜伽垫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换方向。所以此刻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右脚的膝盖呢是朝着天花板，右脚的脚板是贴在瑜伽垫上。所以当我们吸入的时候，就慢慢的举起我们的左脚。细心的关注一下这个左脚的感觉，现在如何？从这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双手就握着我们的这个左脚的大腿的背部，尽量的让我们的左脚呢就拉紧。观察一下这样的一个延伸，对身体如何？
后呢，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有这个选择，就把额头呢就靠近这个左脚的膝盖。然后呢，呼出的时候，慢慢的让头部放下，再次的躺在这个瑜伽垫上。同时呢，可以让我们的双手放开，慢慢的让左脚轻轻的飘回到瑜伽垫上。也同时呢，可以延伸我们的这个右脚，所以此刻双脚呢就是放在瑜伽垫上。就花这一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感觉如何。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转向我们的左侧。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右手的手掌是贴在这个瑜伽垫上，在我们的腹部的这个面前。同时呢，我们的左手的手肘是贴在这个瑜伽垫上，左手的手掌呢是在支持着我们的头部，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完全的是躺在我们的左侧。所以当你觉得稳定的时候呢，吸入的时候，慢慢的举起我们的右脚。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伸展，也许慢慢的我们会观察到我们的右脚的重量。呼出呢，慢慢的让右脚飘回到左脚的上面。然后我们再尝试多一次。吸入的时候，慢慢的举起我们的右脚。呼出呢，慢慢的让右脚飘回到左脚。好，多一次。吸入的时候呢，轻轻的举起这个右脚。也许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诶，此刻这个右脚的高度有多少，是否比第二次或第一次来得高，还是比较低。所以这个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关注此刻的感觉。好，所以呼出呢，慢慢的飘回到这左脚上。好，从这里我们就换方向。现在呢，我们是躺在我们的右侧。我们的左手的手掌呢，是放在瑜伽垫上，在我们腹部的面前，右手的手掌呢是在支持着我们的头部，右手的手肘是贴在瑜伽垫上。
我们是完全的是躺在我们的右侧。好，从这里吸入的时候呢，慢慢的举起我们的左脚。呼出呢，慢慢的放下。多一次，当我们吸入的时候呢，慢慢的举起我们的左脚。也许当我们举起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左脚它的重量，还有相关的肌肉的感受，比如我们的左脚大腿的感觉。或者左脚小腿肌肉的感受，然后呼出呢，慢慢的放下。放下的时候的感觉是否很舒服？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非常的细心的去观察一下。好，最后一次吸入的时候呢，举起我们的左脚，呼出，慢慢的放下。好，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让自己完全的就躺在我们的腹部上。我们的额头呢是完全的是，贴在这个瑜伽垫上。我们的双手呢还是放在我们身旁的两侧。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我们的气息如何。当我们躺在我们的腹部上面，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举起我们的左脚，所以整个左脚呢就完全的。开始离开瑜伽垫上。等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背部的肌肉？呼出，慢慢的放下我们的左脚。好，现在呢，轻轻的举起我们的右脚。然后慢慢的放下我们的右脚，从这里呢，再一次的我们举起我们的左脚，也许当我们举起左脚的时候，能注意到有什么相关的感觉。就这样，以一个不批判的方式呢，一部分一部分的来关注已经在当下的感觉感受，呼出，慢慢的放下左脚，然后呢，再一次的吸入的时候，举起我们的右脚。右脚跟左脚同样的感受吗？还是不一样？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好，呼出，慢慢的放下右脚。此刻呢，你有这个选择，举起我们的双脚。
然后慢慢慢慢的放下双脚，从这里呢，我们就邀请自己再一次的躺在我们的背。所以回来到我们的初步的这个姿势，所以我们的双手呢就是在我们的身旁的两侧，双脚呢就延伸，就平放在瑜伽垫上。开始把我们的注意力呢就带入到我们的气息，然后慢慢的把注意力呢，带入到我们的身体的下半身，从我们的双脚的脚趾头。感觉一下我们的脚板、脚跟、脚背、脚踝、小腿、膝盖、大腿。我们臀部。感觉，然后观察一下我们的尾骨、下背部、周围的这些的肌肉。渐渐的，从这里我们把注意力带入进我们的中还有上背部，做完一系列的伸展的运动之后呢，现在这个部分感觉如何？那么上背部，从这里呢？观察一下我们的肩膀、双手的上手臂、手肘、下手臂、手腕、手掌，还有我们的手指头。所以，无论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就一瞬间一瞬间的迎接，还有观察，并不需要做任何的批判。而是尽量的带着好奇的心态呢，来迎接这新的一刻。好，所以从这呢，呼出的时候，就把注意力带入进我们的腹部，观察一下这里的感受。接着观察一下我们的胸膛、我们的肺，还有我们的心。然后进入到我们的颈项、脸部。还有最后呢，我们的头顶。所
所以这段的躺式的瑜伽正念的练习呢，就即将结束。再一次的邀请自己再观察我们的气息，多三次，直到你听到铃声的响起。好，就停下来。慢慢的开始移动一下我们的手指头、脚趾头。如果眼睛是闭上的，慢慢的再次的把它睁开。谢谢。